新鲜的直江味道，软糯趴的酱香鸭丸，姜爆鸭子就好了。直接下锅爆，来点孟母盐，来点块花椒，姜蒜米，好姜好姜。好吃的关键就是个黑豆瓣，那个黑豆瓣三年发酵，发酵时间长，酱香味浓，用量少，味道好，出汤都多细了。来老抽、生抽，真香其实。来块啤酒，加入鸡精、味精、胡椒糖，加个盖子，煮它个十分钟。鸭子差不多了哈，把姜倒进去，青红尖椒，增加点鲜辣味儿。来两根葱子，姜爆鸭都好了，新鲜的直江味道，软糯趴的酱香鸭味。